痔疮啊，有点严重，有点严重。我看到有个肺性气啊，让其他身体方向去肺的啊，机器人造的一个肺性气啊，好像往虎心方向去的一个肺性气啊，往虎心方向去的一个肺性气啊，一直在肺啊。咽在肺眼啊，咽在肺眼啊，肺的过程中好像那个尾部啊，喷出那个火焰来，尾部啊喷出火焰来啊，尾部啊喷出火焰来啊，就是向火星方向肺眼啊，咽在火星方向肺眼啊，咽在往火星方向肺眼，我们知道在移心工程上面有一项。那个地球啊，也是在往火星方向走啊，也是在靠近火星方向走啊，所以啊，现在这个飞行器呢，现在这个飞行器啊，往火星方向走的一个飞行器啊，这个飞行器呢，要比实际的要提前到达，比实际的要提前到达那个火星，因为那个地球也在往火星方向移动啊。往火星方向，也往火星方向移动啊、也往火星方向移动，但是呢，后来发现那火星呢在也在远离地球方向移动，也在远离太阳方向移动，所以这样几个变化下来以后呢，这里边那个实际当中。在那个基地啊，就发生了，较大的变化啊，发现了较大的变化啊。一开始是，往火星方向走啊，后来就发生了移心的问题啊，移心的问题，那么，地球往火星方向走啊，这样就可以提前到达。再后来呢？火星也往后移了啊，那么火星也在往后，地球也在往后移，那么这里一个变化以后呢，是原来的不确定了啊，但是呢，早年，有先开始往火星方向移，后来火星在远离太阳，按这个如果按等比例再算的话，应该要比一级的时间早到达。比实际的时间早啊，到达那个火星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